结果你们竟然跟我讲麻婆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讲？然后医生就讲血管阻塞，塞了两条，然后就动了那个通波摘的手术，是吗？啊，我大好麻婆他是巴西人嘛，加我懂。火龙果肮脏牛奶，咋的？让我来说说，花里胡哨的东西。Go Kigen You， 画素的。今天就是一个朴实无华的灰麻包布，就这样。还记得我画了那个非常爱我的男人的图文吗？他跟绷带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宠他了，不要伤害他，让他回来我身边。于是我终于安排到时间回来他身边，个几天。虽然我有在 IG 问你们麻婆有什么好玩的，叫你们推荐我，那我可以顺便去看一下。结果你们竟然跟我讲麻婆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讲？这影片就没法成了啊！人家都来麻婆，你叫我去马六甲，所以我就，他也是这样讲。我就问了一下我姐夫有什么特别的，然后他就讲，哎，最近有一间新开的咖啡不错，好像很多人推荐啊，我就去一下啦。的，我的新发型，为了配得上他，我还特地化妆呢，看得出吗？看得出吗？走吧。这个是深爱着折磨我的男人。深爱我的男人在这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爱了我26年的男人，刚动完手术，那个叫什么？你心血管阻塞哈，然后前兆就是因为你搬重物的时候胸口会痛，然后就我们就觉得不对劲了，就叫他快点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讲血管阻塞，塞了两条，然后就动了那个通波摘的手术，是吗？这样。这推进去一个小时，不到一个小时，你还是半清醒的，还听得到医生讲话。对，你不是睡觉了。也不是睡觉了，你很清醒了，半清醒了。然后他是开你的胸口啊，还是没有开的，他是从那手腕这边，通一条那个玩意儿，进去里面找哦，看哦，看哪里塞了，从手腕塞了就给你通了，痛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放了4个哈，那个通血管、在你的血管，我血管是两条塞，只是两条都是两个地方塞，通了，我说很累啊，一直出一大堆腰，就现在有不舒服？没有，不舒服不会，不过很容易累。你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抽烟？我爸戒烟啦，各位，怕了，终于知道怕了。可能有什么了？这个很小的手术来的，不像以前呢。他如果是塞到完，就是会麻痹的，整身都会麻痹的。那个就很严重。再严重的话是胸口要扒开来的，他们换那个给你bypass，柔道啊，要柔道手术。很严重了啊，那个。就如果你再拖着不要去看的话，就会变这样啊。当然了，倒下去就是因为他很侥幸的心理咯，不会轮到他咯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，不要觉得自己还可以扛他的小事情，不用去看医生，及时止损啊，不然什么事情突然间倒下来弄就太迟了。那倒下去就是这样子咯，这个最简单的咯。就有时人生就是这样子咯，我是比较幸运，是没有最严重那个，没有塞到完那个。要保重身体啊。不要勉强啊！哎呀，有的再多是多20年过了。哎呀，顺带一提，既然都回来了，我就在这里再跟大家公布一件事情，就是小馒头要有妹妹啦，我的大姐又怀孕啦。嗨，我是大姐。几个月了？6个月。6个月。哦，你要做哥哥了呢。你要做哥哥，你知道吗？小馒头叫 hello。好。喂，先去吃午餐。我要去吃那个我喜欢吃的那些的嘛啊，要么马上没了。也是这样讲。食物超多，超吓人的，这是我跟我妈都很喜欢来的一个咖啡，香辣红番茄鸡。OK， 开动。他煎蛋跟你做给我一样，脆脆。苹果汁里面有 celery， 就感觉对便秘更友好的。还有酱，他三八也好吃。喂，时间还是有点快，也不带就，毕竟我拍这个是为了赚钱嘛，是不是？只要能赚钱，就死心就要丢脸。哇，你的好奢华啊 ，bro。太好了，鸡排，阿波特是巴西人嘛，加我懂。那种绵绵软烂扎在一起的肉我不喜欢，好了。
阿菜吗？对啦。还是只要大份你就喜欢？对啊，我要求。哦、oh, ，really？ 可是啊，辣天你还好对不够甜，他喜欢弄死甜。反正现在回去也没有事做，我们现在就去下一站，这个我姐夫推荐的Lip Da Coffee 去打进，玩我们的梦幻半岛 Safari。Let's go。好大、哦，拿真脏啊那个红车。明大帅，我刚刚去上了他的厕所，应该不是没错这样，但是有人接受了，露天供在里面。实在有点不卫生，然后其实整个环境呢，外面的装潢是 OK， 但是里面我看了一下很热，它是没有冷气的，是那种微凉微凉的小冷气吧，就它里面不冷，但也不会到太热。它里面主要有一间是土产店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我也不想要一来就一直讲这边的坏话，但是厕所真的不行，火龙果肮脏牛奶，那得，让我来说说，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牛奶哦，跟火龙果不会欣赏。Gourmet呢？我个人不喜欢这里的感觉，就是装修好看，但是内在。以上发言仅代表个人立场。对、欸，你们拍不拍到这样诚实了吗？还是我应该就是假装享受一个？还是自己来试过会比较好啊？就是那种什么 review 那种东西啊，有时候很主观的、啊。但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大姐也觉得很难吃，所以。Yep晚餐，这也是我目前最喜欢的麻婆的咖啡，我觉得它的食物的水准都很不错。楼下是喝酒啊，然后楼上是吃的那种咖啡，那种西餐那种什么都有，小吃的选择也很多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嗨，老妈的啤酒炸鱼，好肥哟、哦！这个烧烧不可以。烧烧。我的沙包鸭啦！嗨，食物嘞，你们是没有在正经介绍，但是最多人叫我来的地方就是丹中尔玛斯，所以我来了，来看看有什么特别的。就是一个大广场，然后很多东西玩，然后还有等等。哎不错哎，这个蛮壮观的。钟楼，哦，后面还有一个等等。想，我想玩那个车。哇，有泡泡哎！可以给小姨玩一下你的枪吗？啊，我想按，我想按，给我，给我，耶，小气鬼！怎么你的灯这样摔的？哇，好会飞啊，真的好棒啊！你看这怎么那么专业？飞机有问题，去爸爸秀给他看什么叫做丢飞机大师。喂，哦，完美转圈，丢的真好，真会丢。哇，すげえ。哇，哦，完美闪避啊！现在小孩子童年真是美好。什么啊，你不上了吗？好，小姨上。我来。视线有点羞耻，我先下车。先下车。开门。为什么那个痛看起来那么孤独？嗨，以上就是这次朴实无华的麻婆一日游啊！既然你们看了这个影片，下次来麻婆的时候，知道可以去那里玩了吗？如果不知道的话也没关系啦。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就是哦，大好吃吗 ？OK。啊，就是 OK 了，就可以了。好嘞，就这样，下个影片见，再见。